할렐루야. 사랑하는 성도님들, 이 시간 주를 향한 나의 사랑을 함께 찬양하시면서 주일 저녁 예배를 준비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함께 계시는 우리와 함께 계시는
주시옵소서. 감사드리며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一起拥抱祷将主日完礼拜献与附身。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一起唱赞美245首。 온 성과 같은 교회 그의 영광 하나.
一起来做几项祷告。首先为主牧师做祷告。할렐루야사랑해주아버지하나님사랑하는당회자님을아버지재단에보내주시고아버지개척일에지금까지생명의말씀으로풀어주시어서아버지하나님의마음과뜻을밝히할수있도록축복해주시오니감사를드립니다또한그말씀이참임을놀라운기사와표적과권능들을수없이나타내주시고보여주심으로아버지하나님의계심과예수그리스도가우리의구세주가되심을확실하고분명하게나타내주셨습니다이것이야말로전지전능하신하나님께서우리주님께서이재단과함께하시고목자님과함께하신다는분명한증거가되는것이나니아버지지금까지함께하신아버지께모든감사와영광을올려드립니다이제전세계천하만민을구원하시고자하시오니사랑하는당회자님을통해이루고자하시는마지막그섭리와뜻들을온전히다이루어주시고아버지만영광받아주시옵소서감사드리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为大圣殿建筑做祷告。하나님대성전건축에귀한사명을허락해주심에감사드립니다대성전건축은인간경작대승리를기념하는기념비와같은성전이라말씀해주시었고구원의방주가되는것이나니대성전건축을통해수많은영혼이주님품으로돌아오며구원받을수있도록역사해주시옵소서이를이루기위해모든일꾼들이수고하고있습니다더큰믿음을주시고아버지하나님의섭리와뜻이무엇인지밝히알게하시고선가운데사랑가운데믿음으로이모든것들을이루어가게하옵소서금도내것이요은도내것천하만물이다아버지것이라하셨사오니재정도넘치는축복으로함께해주시기를원합니다무엇보다도성전건축하기에합당한우리마음에는모든성도님들의마음이마음에어섭기할례를이루고성결되어아버지하나님을기쁘시게해드릴수있는우리모두될수있도록역사해주시옵소서감사드리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말씀증거해주실为见证话语的主代行李守哲牧师做祷告，为蒙恩典做祷告之后，由八教区长金耀顺陈导师做代祷。아버지하나님감사합니다오늘은사랑하는우리당회장직무대행이수진목사님께서욥기강의52번째말씀을전해주십니다아버지하나님성령의감동감화교통충만함가운데권능의말씀을증거케하여주시고말씀을듣는모든성도님들의마음의문을활짝열어주시고그말씀을통해나자신을분별하고아버지하나님이여또한깨우쳐알게도와주시고나자신을발견하여아버지철저히 돌이켜변화되어서아버지하나님기뻐받으시는성결에아버지모든심령으로변화되어나올수있도록역사해주시길원합니다아버지하나님께서기뻐받으시는우리모두가될수있도록모든시간까지함께해주옵소서감사드리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살아계셔서우리가운데늘역사하시는常在我们当中活着运行的全能的父神感谢父神的恩典与慈爱因着罪只能够永远死的我们人类为了带领我们走向得救的道路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地上感谢父神的 无限的爱将感谢荣耀归父宝贵的主来到这地上遭受了各种的苦难蔑视和凌辱流尽了血与水代赎了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得救赐给我们复活的盼望也感谢我们的主为了我们常常为我们做中保祷告的圣灵也感谢您我们要更加渴慕我们的本乡亲爱的牧者欧西利雪带领我们走向我们的本乡耶路撒冷感谢牧者的眼泪牧者的爱献身和牺牲也不要忘记牧者为我们所付出的公义我们要怎样来报答向着我们牧者的爱的旨意求父神能够美好的成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了我们的神为了奖赏向前奔跑我们要向着标杆要火热引导我们的职务代行也感谢您所以我们要与事与阿门来顺从凭着信心行进我们要手拉手更加奋力地向前行今天在见证约伯记讲解的时候赐给圣灵的感动与充满也求父神同在见证有权柄的话语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的灵耳
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都能够得以变化，得以更新，让我们都能够得以洁净，成为这样洁净的心灵。我们的盼望都在主，成为万民可爱的灵魂们。这时间主持礼拜的张成志牧师也在感动当中主持好礼拜。平安诗班的献息和你习惯弦乐团的演奏也求父神悦纳。全国全世界做礼拜的所有的万民的圣徒们，也赐给同本堂同样的恩典。今天介绍特别献诗的孙永洛长老也求父神同在，为着礼拜所辛苦的服侍的所有的人员，也赐给天上的奖赏和这地上肥美的祝福，也求父神悦纳这礼拜，将一切感谢荣耀都归于父神，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蒙恩典的经文是约伯记二十章四到十一节话语。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前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他的尊荣虽在天上，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不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不再见不着他。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他的骨头虽然有青年之力，却要和他同躺卧在尘土中。下面有平安诗班的献诗和尼西管弦乐团的演奏。
下面要特别献诗，应当委员会所属的独唱孙永洛长老是以蒙恩典的和有灵感的赞美将荣耀归于这父神。今天所献上的特别献诗是什么都不要惧怕。由职务代行李守贞牧师来见证约伯记讲解第52节啊，不敬虔恶人和不敬虔之人的结果。
感谢先生特别献诗的孙永乐长老。介绍讲坛献花，献花者是加拿大哥伦多美教会。将一切感谢荣耀都归于引导我们到生命的祭坛，让我们能够领悟到人类耕作真正的意义，能够幸福地过向生活的福神。以圣洁的福音和神迹奇事和全能，让我们能够拥有真正的属灵信心的准牧师也向您表示感谢。我们每天都在新耶路撒冷的盼望当中充满的向前迈进，能够改变为更美丽的主的心腹，迎来多伦多万民教会创立七周年线上讲坛献花。万民的圣徒们，我们爱你。亲爱的各位圣徒们，上一讲讲到了约伯的痛，约伯他埋怨他的朋友们和神，说他的痛苦太甚重，说他们死了之后会见神，不会像外人一样这样生疏，而能够非常亲近神。但是他想着见到神就会很急躁，就是不安和焦躁。那先就是讲到约伯他本身呢，在反抗神和埋怨神，他的这种面貌呢，他觉得非常的扎心所讲的话。但是呢，这也是有良心的样子。那以前呢，他敬畏神，但是现在有所不同的是，他感觉到了现在以完全不同的面貌说或行，所以呢，他自己认为呢，没有面，没有脸去见神。我们不是说呢，得救了就都能够见到主的。是要拥有某种资格的时候才能够去见到主的。希伯来说十二章十四节说，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得救去了天国，那么在我们在的经过这些人类耕作的时候，是否与所有人成就和睦呢？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就不能够见到主，与众人成就和睦。有的人呢会让你痛苦，或者无辜的去骂你，发出恶来，这样的人，所有人呢就是包括这样的人的。那有的人就会说呢，这个人太善良了，和我非常的合得来。有的人想呢，如果说不是他的话呢，我好像是能够爱任何人。那这个人呢也要去能够心怀他，能够成就和睦。那就算是这样的人呢，就算是对你发恶，这样的人呢也不要以恶去对抗他，要以爱和善去行的时候，那才是对众人和睦。那这样的时候才能够永远见到主的资格。那我们呢也非常知道这样的话语，而且呢也知道呢有更好的天国。那一次进入天国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改过的了。约伯没有正确的知道这样的，正确的知道这个意思。他说他能够见到主，但是他其实觉得非常的扎心，很焦躁的。但是呢我们呢不会说是我们要这样那样，我们呢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指示。我们的目标要放在哪里呢？我们呢一定要定这个目标而向前迈进。我们万民圣徒们都是这样的。但是那在经受熬炼的时候，或者是面临难处的时候，不能够以完全的信心得胜，觉得太累了，说快点去天国就好了。那约伯在吐露他自己的痛苦的时候说，我死了之后就能够见到神。那大家知道这个意图吗？人在这种熬炼当中的时候呢，太累的时候呢，就想快点去天国。约伯他也是一样，他这样感叹之后，他的朋友们呢也不再在他的一方，他太辛苦，那自己的肉体。如果说他离开的时候呢，他是能够见到神的。在这样熬炼当中，在难过的时候，就觉得这样的熬炼快点过去就好了。虽然说没能够完全的胜利，但是呢希望能够快点结束。那去了天国之后呢，不再经受这些也可以了，所以呢就说快点去天国就好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呢？但是天国是我们去了一次之后呢就无法再继续去累积奖赏了，也没有办法再进入更好的天国了。大家在这地上的时候结束之后呢，一切全都结束了。
所以呢，在这地上所给予你的这个时间，熬炼和耕作的时间，虽然说有的时候呢觉得很疲惫很痛苦，但是呢要好好的通过，要好好的得以变化，要去努力，这是机会。有的时候会很难过很累，但是呢要想积累更好的天国，那么这是一个机会。但是不要说太累太难了，我不需要这个机会了，这样的时间快点过去就好了。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有更好的天国我也不去也可以，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信心了。那我们里面发现了恶，和人们有所碰撞，奉献一些遇到一些难事的时候呢，就想放弃，说快点去天国就好了。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就是错过了放弃了的在能够变化的这奖得奖赏的机会了。那我们呢在给予我们的这样的时间呢，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成为他的正儿女成圣的一个机会。约伯记二十章的时候，约伯的朋友所法，他也是形容是很焦躁的这个词语。那他的这个急躁呢，和约伯的这急躁呢是有所不同的。那指责约伯的这自己的面貌，他一看呢，他觉得没有和约伯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觉得很亏欠。但是这种亏欠呢，他没有说去降卑自己，不再去指责约伯了，让自己得以变化就好了。但是说法却不是这样的，虽然说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但是他还是继续的辩白自己，而去斥责约伯。这样呢，在和约伯的辩白辩论当中，他急躁的说法，那么就可以知道人们在不能够保守自己的内心焦躁的时候呢，会遭来怎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在得到别人指责的时候，别人劝你的时候，心里面如果说是觉得很扎心，那要想去辩解，那有焦躁的这种心的话呢，那最终呢就会产生情绪。这种焦急，这种情况呢是各个方面的，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呢，也有急躁的时候，就像约伯的朋友一样，在指责别人的时候，责备别人的时候，对方不接受，那么自己里面就产生某种情绪，就更加的急躁。那么这样的人，有的人呢是得到别人的责备之后呢，他就很急躁，还有呢基于自己的环境和条件，因着这些而急躁。那遇见不安的事情的时候呢，有的人也很急躁。那么这种急躁的这个一个词里面呢，说焦急和不安的这种情况呢，有十多方面的。那么这种急躁，如果说是自己没有办法抑制的话，这种情绪如果说是不断，这要不断的去领悟，去能够抑制住才可以的。但如果说不是的话呢，大家的生活呢就会更加的辛苦，更加更难。那如果说是不满的话呢，就不能够与别人成就和睦，也不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所以呢在信仰生活方面呢也得不到发展。那么相反，接受劝诫然后呢悔改回头的时候呢，就能够很快的改变为真理的心。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说，不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成员强援。诚意毁坏没有强援，那么就是说诚的一切全都毁坏了，没有留下丝毫的东西。那如果说人急躁没有办法制服自己的内心的话，就会发出恶的语言来，而且会发血气争吵。那这样的时候呢，家庭呢就有可能破裂，还有周围的人离开，会有各种的痛苦和伤心当中。所以呢，一定要努力的去开垦我们的内心，改变为真理。在任何情况下呢，都要以善和爱去行，成为这样的人。那大家的这种急躁是怎样产生的呢？那么这种急躁呢，也是在自己的恶的情绪当中所产生的这种现象。那自己呢要找一下这种共同点。有的人呢是得到责备的时候，谁也不愿意说得到别人的指责。那得到指责的时候，想要去保护自己，心跳加速，然后就对自己只有辩解。但是有些人得到指责的时候呢，就会想一想，然后呢停一停再说话。有的人呢
无论如何呢，也想要去辩解，很急躁，脸红，然后产生的不满，那最后呢会后悔的。那之前不要去辩解，静静的听着别人说我多好呢，明明会后悔的，但是呢没有办法制服自己的这种内心。那么这种的情绪，这种的情感，就是以急躁来显露出来。所以呢，就是说把自己的这种诚意呢全都毁坏了，不断的去反复停滞在那里。这样的人呢，就讲要想得到指责的时候呢，我就会很急躁，这些方面呢一定要改过。还有的人领导呢，如果说责备人，别人不听的话呢，又会急躁又不安，把以前的所有的事情呢全都说，又提出来，又进行说明，又指责，然后互相之间的关系呢也会渐行渐远。那说一些辩解的话的时候，你有可能会争吵，然后自己呢又会后悔，我没有想这样去责备他，和人之间的关系呢也会很远。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出自于恶，没能够把自己的内心呢，就是说用真理来守住自己的内心。所以说呢，就是说不要急躁。那么在两个方面呢进行了说明，但是此外呢，大家呢也要想一想这种恶的情绪，那在显露出来的时候呢是有各个方面的，那自己是怎样的面貌呢？是怎样产生这种急躁的情绪呢？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呢，找出来，要能够守住自己的内心，要成为这样的万民的圣徒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充满平安和幸福。上一章讲的约伯20:3里面说，我已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他自己认为他自己也很有悟性，很聪明。那么索法呢，他为什么把自己想得很聪明呢？那想一想呢，上一讲索法所说的话，索法说什么呢？他指责约伯的时候，那约伯就回答，在他们来来回回的这个对话当中，要想想自己的面貌，自己呢都没有说去责备别人的这种立场的，为什么去指责别人呢？这是自己往自己脸上吐唾沫，他这样的去想，所以呢他很急躁。但是呢他又没有停留在那里呢，反而呢又去斥责他，又去辩白自己，所以他就更加的急躁。那么现在呢，那在下一讲的在末尾的时候呢，又说他自己说的很智慧话，他认为他自己的悟性很好。怎样以能够 以这样的情感呢去说别指责别人的时候呢，又说我有什么资格去责备别人呢？而且这样想之后呢，又去责备别人，就认为他自己非常的有悟性，很智慧。那么在这里来看呢，是不能够这样的。但是呢，他的朋友索法呢，他认为他自己很有悟性，很智慧，这就是说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了。那今天我们讲呢，他自己为什么来讲自己是很智慧的呢？约伯记20:4-5说，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之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那在这地上生活过来的人类耕作的时间，那么在回顾的时候呢，说这恶人或者不敬虔之人，他们好呢也是短暂的。约伯呢，他是非常有知识的人，索法呢又说，你岂不知，你也是很了解的。他这样开始之后呢，接下来讲他的话，说约伯，你也知道，从亘古以来，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之人的喜乐呢，也是转眼之间的。你的自夸喜乐会转眼即逝，因为你就是恶人，是不敬虔之人。这样索法呢，把约伯说成是恶人，自认为呢用很深奥的话呢去刺扎别人的心，自认为很聪明很智慧，用这种说约伯你是很恶的人，是
不敬虔之人，他自己认为是转弯抹角，说他了，说了他了，把人生活过来的一些历史说恶人和不敬虔之人，他的荣耀呢也是短暂的，但是他的结果都是不好的。那看约伯，看你的时候呢，你现在，你虽然说你有好的时候，但是呢，你现在的结果是不好的，所以说呢，你也是恶人，你也是不敬虔之人。他是这样转弯抹角的说约伯。那如果说是直接就说的话呢，就好像是没有水平了。就说转弯抹角的呢，说约伯呢是不敬虔之人，是恶人。他自己认为呢，他是很有悟性、很智慧的人。那在这里所讲的不敬虔之人呢，是品性和行为不正的人。那圣经里面所讲的、所说的这以色列的历史，不仅是这些，我们国家的近代历史，还有最近的历史，那我们看这些就可以知道，恶人和不敬虔之人呢，名誉呢是暂时的。所法呢，在看到这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所登场的先知们，还有这些行迹们，对于恶人们的这个最后，他们听了也看到了也知道。所以说，他说恶人和不敬虔之人的结果是怎样的呢？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有几种情况，我们一起来查看一下。恶人和不敬虔之人的结果，那我们呢，在以几周的时间呢来讲这一点。约伯的朋友呢说他是说约伯呢是恶的，是不敬虔之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约伯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呢，在听到之后呢，我们要知道恶人和不敬虔之人呢，我们绝对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恶呢，要恶事要禁戒不做，我们要下决心成为这样的人。那圣经里面呢说恶人还有不敬虔之人的最后是怎样的呢？是怎样的面貌呢？但是那在听到的时候呢，说这些人是真的很恶，也有可能这样想，但是呢不能够说想完就完了，要想自己里面是否有这样恶的属性呢，要发自内心的恨恶恶，成为这样的我们。那么像我们要说明的几个王的情况呢，他们是非常恶的，但是呢和他们来比较我们自己的时候，如果说不能够进行比较的话是不可以的。那么在恶的这个王的面貌里面呢，要找出自己的恶的属性来。那么大家做礼拜在听到的这个姿态是怎样的呢？要蒙了恩典之后呢，要想着每一天做祷告，那这样的恶呢要全部离弃，要下决心。首先看埃及王法老的情况。以色列百姓呢在埃及呢是奴隶，然后摩西呢要引导以色列的百姓到迦南地，这是得到了神的指示，然后就去找法老王。法老王呢就没有说是很轻易的让奴隶们离开。所以神呢就允准了摩西在这个在埃及地上降世，在河水里面有血，还有蛙灾、狮灾、蝇灾，还有各种的毒疮，还有雹子、蝗灾、黑暗之灾等等。虽然说他每次都说去让他们离开的时候，摩西呢祷告之后让灾难停止之后呢，他马上又会毁约，然后继续他的逼迫。我们要怎样来去对照我们这个法老王和我们里面的内心呢？法老呢是这样那样善变，他是太坏了，不是说这样就过去了，一定要呢寻找出自己里面的这种属性，面对难处的时候呢说的求父神能够解决我的这个事情，我就会遵照神的旨意生活，要尽忠不住的祷告，流泪做祷告，爱世界，这些一切生活在罪恶当中，不是说不知道犯的罪，在知道犯罪的时候那就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自己是成人，我也能够这样生活，有这样的自由。那上教会的人也是行这样的恶的，圣灵让你觉得很扎心的时候呢，你也没有说去改变，那在面临很大的难处之后呢，才会求神帮助，要成为这样的姿态。但是神呢是爱，饶恕你，又给你解决这些事情。那过了几周几
几个月一段时间非常的努力的做祷告敬忠，好像是爱神。那在平安的时候呢，又会马上呢说要离弃的，那这种恳切的事情呢又全都忘记了，又会陷入世界当中。又就会求遇见事情又会求神，这个祭坛呢又有惊人的神迹奇事，要在牧者面前来到牧者面前邀请祷告，接受中保祷告的时候呢又会得到解决，要得到解决之后呢又很平安了。那在时间流逝之后呢又再次的反复，这就是和法老王有什么不一样呢？法老王的变质善变，那么自己里边的善变和变质是同样的罪性，是同样的恶。我也是，如果像法老王一样成为王之后呢，和他又有什么两样呢？会按照自己的益处看到神的神迹奇事呢，也会无视的，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的。那法老王的这种善变呢，也是自己里面的恶，找到这之后呢，就是自己蒙了恩典。那么像法老王一样呢，当然就不能够蒙恩典，所以他的最后呢是非常的悲惨的，非常的奸诈，随时的呢就会善变，随自己意出。那最终的埃及全国的长子和牲畜的头生的全都死了，临到这个灾难之后，甚至是法老的长子也死了之后呢，他才让以色列的百姓离开。那么就像现在才承认了神是真正的神，我让神的百姓作为我的奴隶，看到神这活着的确据呢，因着我的刚硬呢，那在长子的在那之后呢悔改了也就好了。但是人的心呢是非常刚硬的，这种恶呢是无尽头的，在面临难处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也还要去发出恶来，认为自己是对的。法老王也就是法老的王的样子也是我们的样子。那法老王呢让以色列百姓离开了，但是呢那他的这个善变呢又再次发动，他内心又再次的改变，又派军队呢去追击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以神的全能分开红海，以色列百姓呢在分开的红海这大海的地上面如过干地一样呢过去了，然后呢在追来这个法老的军队呢就葬在了大海之中。那在以色列百姓离开之过去之后呢，这个红海呢又再一次的合格，军队呢就葬在了大海之中。他这样反复的去看到神大而惊人的全能之后呢，他还是这样去亵渎他，因为他的这个刚硬呢失去了他全国的长子，全国都衰败了，全军覆没，遭受了很大的灾难，恶上加恶，积累恶，各种的虚假诬陷，这种的不敬虔之人，他们的结果呢是非常悲惨的。下面呢是亚哈王的和他的王妃耶洗别，那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非常恶的人，是百姓们背弃神服侍外邦神，这样做之后他也完全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且呢他去服侍巴利，把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作为王妃。那耶洗别和亚哈结婚之后呢，就他们就崇拜这个西顿的偶像巴利和亚舍拉，甚至呢让百姓呢都去崇拜偶像，因此呢北以色列呢临到了神的审判，三年半的这种干旱，还有呢有外邦民族的侵略，们面临了很大的难处。在以利亚呢在求下火之后，在很长时间的干旱当中降下雨之后，见证了真神的存在，但是耶洗别却没有悔改，反而是想要杀了以利亚。
不仅如此，他使用各种的诡计，想要把没有罪的百姓拿伯杀死，去夺过来他的这个葡萄园，以各种的计谋和诡计去积累恶，以各种的恶行。他的结果又怎样呢？亚哈王在与亚兰的战争当中，被一个士兵射来的箭射中而死，他的血呢被狗舔食，迎来了他非常悲惨的终了。那在打败这个，如果说是打仗的时候呢，打敌人的时候死了之后呢，有可能是说是得到称颂，说是英雄。但是亚哈王呢，就不是这样。想要活下，无论如何想要活，但是呢，因着一个敌人的一个士兵射来的一个箭，是偶然的，是非常偶然的射中而死。而且死了之后呢，连尸体呢都是被狗舔食的。那王妃耶洗别又是怎样呢？她也是非常的悲惨的。耶洗别呢，她死了之后呢，人呢只是平凡的死了之后呢，有权势的时候呢，死了之后呢也觉得很可惜。但是呢，耶洗别的死呢非常的可惜，在城上面掉下去死的。然后她死了之后呢，她的尸体呢也是被狗吃了。那王呢是血呢是狗血被狗舔食，但是呢耶洗别呢他的尸体呢是狗吃了他的尸体。那找到尸体的时候，想要找尸体给他埋葬的时候呢，剩下的呢就只有头骨还有手脚了。这是多么悲惨的呢！还有摩西时代的可拉一党。可拉呢是作为利未支派，他没有说感谢他的服侍的这个身份和职位，而是呢是对于这个亚伦子孙们传给亚伦子孙的这个利未族的这个职分呢，他觉得很不满的。以色列百姓呢要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地，那在出埃及的时候呢是多么幸福呢？那么以前所服侍的这个埃及的主人的金银宝物，他的就是带出来的，没有任何的战争和难处，以神惊人的能力就非常轻松的出埃及。但是呢最终他时间流逝之后呢又怎样了呢？但是呢没能够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之地，而是在旷野生活，这以色列百姓。那在这个百姓们当中呢，也有不平不满的人，还有对抗摩西的。但是可拉一党呢，他是作为利未族，他是守神的圣殿，是做神国的事的人，但是他没有说是真事。那对于摩西呢，他反而是对抗的。那可拉呢，在他不是说自己去做这些，而是动员别人，动员流便子孙打贪亚比兰安，还有呢250个首领一同起来去对于这个摩西和亚伦造反。那临到了神的审判，然后地分开，可拉一党和他的家人呢被活着，他们活着堕入了阴间，还有呢和他们同流合污的250名呢，他也被火烧死。神降下了非常可怕的审判。那对于敌对摩西呢，不是说敌对摩西一个人，而是呢去敌对了建立摩西以全能保障他的神，是对神造反是一样的。神呢是建立了保障了这个摩西，但是他对于摩西呢去对抗的话呢，那么神呢就审判了他。恶人的最后呢是同样非常悲惨的。所以呢说恶人的夸胜是暂时的，不敬前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那所法的话本身是对的，但是呢这不能够应用在约伯的身上。所法呢说约伯是非常恶和不敬前的人，这样定罪于他，他
他认为他这个带刺的话呢是很有悟性的，很智慧的，但是不是的，这是出自所法的恶的内心，是他所受的一点的恶。那么和神所看的是不同的。虽然说他说的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他所说的这个意思，说约伯你是这样恶的。 这个意思呢是错的。约伯呢绝对不是恶和不敬虔之人，他的内心呢是比他的朋友们非善的很多，也很义。那接下来的本文里面呢，说约伯记二十章六到七节说，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挺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 他的尊荣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那么就是说，恶人和不敬虔之人的权势和荣华呢，尊荣呢会达到天上，会发光。有的时候想要责备别人的时候呢，也会说，但是，有时候那个人的权势很有权势，但是呢，不敬虔之人的 权势和尊荣，就算是再发光，那么最终呢，也会和这个肮脏难闻的粪一样，排泄物一样的，没有任何的用处。积累恶的结果呢，就是不如排泄物，会被离弃，永远走向灭亡消失的。所以那些知道他的人呢，也会说他在哪里呢？会问他的行踪。 因为他的所有功绩全都坍塌了，他所有的好处呢没有办法被人纪念，所以那想要纪念他的时候呢，反而会想起他的恶来，会吐口水。现在所法呢，拐弯抹角说约伯的，但是约伯呢不是恶人，也不是不敬虔之人，所以呢完全是不妥当的。所法呢在自己的恶当中呢，在判断着、论断着约伯，如此人的情绪和恶里面所说的话呢，好像把人呢没有罪呢也说成有罪，善人呢也说成是恶人。 人呢以自己的想法呢会论断有很多，还有自己所听的话呢也去定罪。那么过去呢虽然说是很有很富有很有知识，是义人，也行了很多的善，但是现实呢还有进行的这个过程呢，所以呢看现实呢说恶人和不敬虔之人的结果进行说明。 这所有一切呢，都是人的论断，是所法的论断而已。那么在里面呢，又看到我们的面貌是怎样，我们是怎样去想，怎么样去论断的呢？怎么来评判对错呢？我们现在做的对吗？要在肉体的想法意念当中的话，就会像所法一样。 与神的旨意完全相反，认为自己做的好、做的对，但是呢，结果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箴言十七章十五节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所以，我们呢，一定要离弃恶的情感。 不要去论断、定罪任何人，也不要去随意说任何的话。这是真的。不要去传别人的恶和不好，这人这样做了这些。那么听的人如果说是有恶的、友善的话呢，我真的是去了解过了，是对的。 就算是事实，那么对方发出恶来，为自己知道有什么益处呢？那么去传达这些呢，又有什么呢？想要知道，想要去听，那么对大家来说又有什么益处呢？要知道才能够进行分辨吗？有情报就能够分辨吗？
大家要去在哪投资什么吗？想要挣更多的钱吗？找这些情报吗？那么在世上找情报，那说在这里面 有怎样的情报，在哪里投资会挣很多钱吗？人和人之前说人闲话，去编造别人的话是很多的，就算是看到了那个话有可能是假话，那么那个人的行为虽然说是看了，但是他的里面他的内心也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约伯的朋友们呢，他就看着约伯的现实一直在批判他，那神呢说不要这样。那他的现实呢，虽然说是很悲惨，但是也不能够说他是恶人，比你善良很多了。但是仍然还想去论断，去定罪，想要去听别人说，听人说别人如何，想要一定要去分辨的时候，也不要按照说别人去传给你的什么话去进行分辨，而要以真理为标准去进行分辨。接下来的本文里面呢，也是与本文是同样的，约伯记20:8-9说，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速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一场春梦，就是如一场春梦一样的虚荣和虚无的事，就算是再好的这梦的内容的话呢，醒来之后呢也是虚幻的，想吃的都吃了，吃了很多好吃的，那吃了那就梦到了这些。那在梦里面呢，梦到了自己平常所愿的，那看到他非常高兴，那别人看都说你是不是做什么好的梦了，但是在醒来之后又有什么用处呢？醒来之后呢会反而觉得非常的虚幻。说法呢，人说恶人和不敬虔之人呢，就算是享受到暂时的名利和富贵荣华呢，也会非常虚幻的去消失的。说法呢，说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荣华呢？好像是梦中一样，看到他的后悔。约伯看他的现在，说以前像做梦。因为呢，说法听到约伯这样说了，所以呢，他就这样呢去指着约伯这所说的呢去这样说。就说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速被赶去。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比如说约伯，你是恶的，是邪恶，所以你所享受到的富贵荣华也会很虚无的。所以你生活过的这个房子也会被夺去。向着朋友说这种很可怕的恶语，向家，那么在神看来是多么大的恶呢？那么约伯在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所经受的痛苦呢，该有是多大的呢？约伯呢，自己看来那是自己不恶，也不是不敬虔，反而认为自己是义的，但是呢，不断的从他的朋友们他们定罪于自己，所以他很痛苦也很委屈。那么所法向着约伯所说的话呢，就是很恶很不敬虔的人，不分各种的手段方法去寻求这富贵荣华，这一切全都坍塌了，如同异象一般消失了。那这种的虚无和痛苦呢，是无法来表达的。就算是得到了世上的荣华富贵，但是神如果说召集了他的灵魂的话，那么期间所积累的那些又有什么用处呢？就算是生活的再贫穷，但是迎接了主得救，能够进入永恒的天国，那么拥有这样的信心的人才是真正的富有的。那在箴言28:6说，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
箴言十七章一节，舍盐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就算是有三间草房，但是家人在里族里面和睦的话，这就是真正的幸福。相反，就算是有再优秀再好的房子，但是家人之间没有爱的话，内心也会不舒服，也不能够说是幸福的。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说，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像这段经文一样，在任何的环境和条件当中，那我们的内心如果说充满了善和真理的话，那常常就能够感受到天国，所以呢就会很平安，没有不足。那所法呢向着约伯说，你是这么恶，是这样不敬虔，所以你的结果是很不好的，所以你享受到的那一切的福呢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这样斥责他。但是呢我们知道约伯他不是这样的恶人。所法的论断呢也是在积累他的恶。还有通过所法的这种话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呢也不要说以这种恶和这个不敬虔之人想要去拥有这些富裕和这种名利，这样所积累的一切呢只是如一场春梦一样会消失的。那么这一切呢也是让自己陷入地狱当中更深层的地狱。也相反，要追求善，追求真理去行的时候，那么在这地上的任何情况和条件都不能够让我们痛苦和疲惫。那我们的心里那就是天国是有真正的平安的。那么这种的差别，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呢是互相的觉得非常的疲惫。约伯他也没有完全的得胜，所以他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真正有信心的人呢，就会追求善和真理的话呢，在亲手熬炼的时候呢，也会很平安，会得到父神所赐给的安慰。就算是再有熬炼，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也能够得胜。虽然说约伯还没能够做到，通过他的做呢，我们呢要得到教训。就算是再辛苦，不要再辛苦或者是不满。基于我们的这种时间呢，是多么大的机会呢？会让我们能够进入更好的天国，成圣的人，让我们离弃我们里面的恶，那么这一切都是父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就能够真正享受到真正的祝福。通过话语呢，一定要下决心成为这样的人。所法呢，接下来在约伯记二十章十节里面说，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这里面说的贫穷之人，不只是说没有钱贫穷的人，是说名誉权势在所有的一切方面做比较的时候呢，比对方不足的人。比如说一个国家有权势的人，很富有的高官，他在时代更替的时候呢，会求以前的这个晚辈要求他们帮助的时候，就是去求贫穷的人。那看历史的时候，那么有权势的人有贪污腐败被败露的时候，那从他的这个他下台的时候呢，他们所积蓄的所有的财物都要拿出来了，想要从以前的晚辈那里得到安慰的立场。那么那个人以前呢是他的下属，那么现在呢却要得到他的帮助，想要去求，又去求他。这时候就是说求贫穷人。那么如果说是父母是这样的立场的话，那他的儿女呢也是会抬不起头来的，会很羞愧的。那么就像这种情况一样，所法呢说不敬虔之人的儿女呢是多么的寒酸，会经受多大的痛苦的。看圣经里面，恶的扫罗王还有亚哈王的他的儿女呢是多么的悲惨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的。扫罗王的三个儿子呢，与比利洗的战争当中死在了敌人的刀下。亚哈王七十个儿子呢，也是呢。那他的家人经受审判的时候呢，在一个地方就是说一次性的被杀死了。那么所法现在所说的不敬虔之人、恶人呢？约伯呢，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定要记住，约伯他不是不敬虔之人，他平时的行为呢是非常纯全的，很正直的，也是义人。所以呢，这种诅咒呢和那约伯是无关的。这样误会的论断的话，斥责他的话，还有对于约伯所有的话，对于约伯说的这些咒诅的话，那如果说是自己不是这样的人的话呢，是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不会临到我们自己的。自己如果说是义人，那神是有祝福权的，那个人如果说是有祝福权的人，那么那个人会所说的话会临到祝福和咒诅的。但是那个人没有这样的权柄的话呢，那恶人呢又去论断善的人，那这样的话呢没有必要去放在心上，也不要去管他，这样的时候呢就会平安的。你要是把这些放在心上的话，那么就会很痛苦。朋友们呢不断的去斥责他，论断他，那么他不断的呢去进行回应，所以呢就会更加的痛苦。大家不要这样，也没有必要这样的。约伯呢他不是不敬虔之人，也不是恶人，但是呢他的这个恶言呢还在继续。20:11说，他的骨头虽然有青年之力，他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恶人和不敬虔之人呢，就算是他的骨头虽然有年轻之力，最终呢还要与死人一同的躺在尘土中，他的气势也都会消失的。看到我们国家的历史呢，就知道有的人呢拥有很大的富贵荣华，好像是呢会享受万代一样，但是呢在某一瞬间他的处境就会改变，会非常的悲惨。比如说张喜平和燕山君，他们是有多么大的权势权柄呢？张喜平呢得到王的宠爱，他在生了王子之后呢甚至坐上了王后皇后之位，好像是很有很大的权力，他是气焰嚣张。张喜平呢他是有各种的猜忌和恶行，最后呢他得到了赐死药，非常的悲惨。燕山君也是在上到王位之后呢，用无所不能的权力呢去操纵一切，非常的奢侈。但是他用他的暴政，那么在中去拨乱反正的时候呢被赶出去了。那不敬虔之人他们的结果是非常悲惨的。那么此外看历史的时候呢，在人类的贪心当中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就会受到仇敌魔鬼撒旦的主管，所行的恶也是非常多的。人们都会想，他怎么会这么恶呢？这都是仇敌魔鬼撒旦的这种作为。那在历史当中呢，也是这样的。看历史，世界历史也是这样的。甚至有的人呢，把自己的灵魂全都卖给了，只是他行恶吗？不是的。那最终呢会有很多的无辜之人留下无辜之血。圣徒们，我们自己是否呢也有这样恶的属性呢？一定要查看一下，如果说是发现了这种内心的话，一定要悔改回头，要成为这样智慧的人。恶就算是小，那也不要说不管不顾，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就会有发展为更大的恶。还有如果说行了一次两次的话，就会呢很容易的犯3次4次，那么这种罪和恶呢会不断的积累。犯了罪之后，不是说犯完罪之后就过去了，那么因着这样的恶呢，自己会变得更恶。那么就算是说没有像黑色吧，但是像灰色一样的内心，那继续发出恶来犯罪的时候，那么渐渐的就会变成非常乌黑的黑色，那么良心呢也会变得呢没有感觉了，恶了也不知道是恶了。一开始呢行恶的时候呢觉得很扎心，我觉得自己这样行恶是不是会受到神的审判呢，也会有担心，也会有不安。但是呢还在行恶犯罪的时候呢，最后呢
连这种心呢也都麻木了，也会觉得呢很堂堂正正的，不觉得多恶了。如果说是不管不顾的话，就会有更大的恶；如果说行的话呢，就会呢被更大的罪沾染。就像说一个小的面教呢会使全团的面发起一样，那恶的想法和行为的话，就会一点一点的让我们的身心和灵魂呢衰败不堪。不要说这个程度算不了什么而轻心，诗篇九十七篇十节说，你们爱耶和华都当恨恶罪恶，一定要彻底的远离恶，不要去容忍这些。所以呢，无论大小违背神话语的恶呢，一定要离弃。我们要这样的离恶是境界不做，要在真理当中生善的去生活，那么神就赐给祝福。那么在地上呢，不仅是说会生活富有呢，在天国呢也会得享永生。那么有的人会说，恶人怎么会更好呢？所以有这样的不平，或者是呢会羡慕他们所拥有的，他们的富有，或者是说能够炫耀自己的这些权势，他们会羡慕。虽然说不是说羡慕他们的恶，但是呢去羡慕他们追求的这个世界的东西。那么恶人所行的这一切有什么可羡慕的呢？去偷盗的，那么如果说是自己的家庭非常的富有，那么这种富有有什么可羡慕的呢？以恶这积累的这些有什么可羡慕的呢？远离神，离开教会，也世俗妥协，就觉得很羡慕吗？那个人说是也是去教会的，要以真理来进行分辨，那么这样的就会觉得他们非常的可怜。还有看到这些行恶的人，就说这个人太恶了，为什么不会不临到审判呢？那个人不临到审判，那么和他去同流合污，也有这样的人，但是最终恶呢，都会坍塌。就算是呢，有人呢以不义的方法出息了，或者是一夜暴富了，但是也没有必要有一丝的羡慕。如果说是以诈骗的手段呢去赚了数亿的话，那么能够有什么益处呢？他们会怕被偷，怕被发现，会再次变得贫穷，会战战兢兢的不安的。那么这样去挣钱的人呢，大部分都不能够利用得非常有价值，而会呢纸醉金迷，短时间呢就会散尽家财。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呢，他的最后，他的末后的终点，他是地狱。就算是我们还不如说就算是贫穷的话，但是呢生活的意义和正直的话，最终我们的处所呢是天国。但是呢，所法呢却把约伯的处境呢比喻成这样的恶人，说约伯，你是因着这样的恶，你失去了你的强盛和充满的时候，所以你的这种如同青年般的气势呢，也会如同尘土一样。约伯的朋友们呢是这样以恶毒的话呢去论断着约伯，定罪着约伯，是这样的刺伤他的内心。他们并没有去安慰约伯，反而是让约伯更加痛苦难过。他们这样的思来想去，绞尽脑汁所说的话呢，没有让约伯领悟，反而呢会让他更加的痛苦，说了非常愚蠢的话和很恶的行为。那为什么说他的朋友们非常的愚蠢呢？约伯呢是比他的朋友们呢是更善，也有一个更加善良的内心的。他的朋友们呢没有资格说约伯是恶人。那换句话说，约伯和他的朋友比较的时候呢，他不是恶的，只是说在神看来约伯还有恶，所以他在经受熬炼。人们没有资格去论断约伯，那么论断约伯的人呢，约伯和他们比是很善的，只是说在神看来呢，约伯还有不足之处。我们人呢一定要好好的领悟到这一点，要像约伯的朋友们一样犯罪行恶，有没有这样呢？各位圣徒们，
是否看到别人的缺点呢？首先呢，要看一下，要找出自己眼中的良木，拔出的时候呢，才能够去拔出别人眼中的刺。马太福音七章三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那么在约伯记讲解的时候呢，是会经常的应用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各种的批判，看到别人眼中有刺，看到别人的不足的时候，要记住这一点，要停住自己的想法，要闭口不再说，要谦卑下来，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找错。那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仍然是去指责别人，能够看到别人的刺，那么一定要把今天的话语呢再次铭刻在心，带着这种梁木般的恶却去指责别人的刺，这是非常让人羞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的神呢是本就是光，是没毫无瑕疵的，圣洁的，完全的，当然要指责约伯的刺，让他去拔除的。约伯自认为他是非常的纯全正直，但是呢，在完全的神在看约伯的时候呢，他还要打破自己，要离开，要有离弃的方面。神呢看约伯的器皿，希望他成为更加洁净成圣的器皿，所以要给他更大的祝福，所以才熬炼他。不是说他的朋友们论断的一样，约伯恶和不敬虔才经受熬炼的，而是呢神希望呢完全得以变化的约伯呢，通过他得荣耀。就像是越是最宝贵的宝石呢，那么在这种雕刻师要更加好好的去雕刻，让它更加的发出光芒来。但是约伯的朋友们呢，在自己的恶当中一味的去论断约伯，指责他。约伯在神面前经受着熬炼，约伯的朋友们呢又在自己的情感当中、情绪当中呢，在辱蔑着约伯，毫无犹豫的去辱没他。他呢在神约伯呢在经受这个患难之前呢，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呢是厚德，但是呢却经受着他们的指责。如果说是约伯呢也是对待他的朋友呢是以完全的善和真理爱去厚待他们的话呢，也不会受到这样的攻击。箴言十五章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那在自己一方如果说是善和温柔的对待他人的话，那么对方想要和自己发火也会马上回头的，反而会可怜你的。所以我们呢要一向呢要小心自己所说的话，就算是再对的话，那在对方受伤或者是灰心的话呢，就不会有意，反而会害他。所以呢不要说只是说让人领悟，要以爱人的心、激励的心，要让人得到力量去帮助，这样去帮助他。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一到二节说，耶稣又对门徒们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所以呢，如果说是神的儿女的话，绝对不要说因着自己的话和行为呢让对方跌倒。大家思考着话语呢，要想想自己和约伯的朋友们是怎样，还是有恶，还是不敬虔的人呢？我们一起思考话语来做祷告。그러나이모든것이자신의감정에서하는판단과정죄이어계속하여죄를쌓는것임을돌아보았습니다또한악하고사곡한자의결말이어떠함을선진들의모습또한성경상의악한왕들에대하여서살펴보았습니다이러한것들을기억하여내안에어떠한악도남김없이버리게하시고악을미워하고더선으로진리로변화되는우리모두가되게하여주옵소서감사드리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의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당회장님의환자를위한기도를받겠습니다接受准牧师的患者祷告。有病的人请把手放在其上，有疼痛的部位放在其上，没有病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了成就内心的心愿来接受祷告。全能하신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이시간기도받는모든성
阿爸父神，父神这时间按手在接受祷告的所有的圣徒们身上，通过 GCN 和因特网接受祷告的至教会之圣殿，还有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超远时空，求父神亲自做工，赐给相信的信心，所有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全都退去，所有的试探和患难也都退去，从头到脚五脏六腑、骨节、神经、组织、细胞等各种疾病，用圣灵的火焚烧，用根本的光做工，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仇敌、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恶魔、疾病、病菌都退去，所有的不治之症、难治之症都用圣灵的火焚烧得以洁净，感冒、疟疾，所有的风土疾病也都退去，感冒、咳嗽、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也都退去，任何流行疾病、病菌都要退去，胃癌、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甲状腺疾病和所有的炎症也得到洁净，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骨质增生也都得到完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所有的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精神衰弱等各种的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所有的麻痹都得以释放，能够起来行走、跳跃，看不清的眼睛能够看得清，听不清的耳朵能够听得清楚，瞎子睁眼，聋子听见，哑巴开口说话，各种事故后遗症也得以洁净，骨折也愈合，烧伤、烫伤也都得到完全，火气也都退去，不留下丝一点疤痕，求父神做工，各种的药物剧毒、中毒也都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都能够复苏，死人也复生，赐给怀胎的祝福吧，赐给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仇敌、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恶魔都退去，他的使者也都退去，这世上的恶灵、邪灵、虚谎、诡诈的灵、挑拨离间的灵和黑暗全部都退去，解开凶恶的绳，光啊退去，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赐给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赐给灵魂精神凡事兴盛的祝福，家庭也成就福音化，一周间也各种的事故灾殃中得蒙保守，赐给亨通的祝福，用圣灵的火圈圈使出火焰般的眼目，保守神的儿女的家庭事业和工作，赐给学生们智慧和明哲，赐给学习的信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夺走，能够火热的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们，神的儿女们无论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能够就我遇见了神，体验的神，我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成为这样的见证的儿女。阿爸父神，感谢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唱万民赞美92首的时候献上现金。
瓦尔多瓦万民教会达巴拉努牧师的见证，宣教活动方面呢会有所帮助，所以大家来读一下。海外宣教呢现在正在活泼的进行着，广播宣教呢也在各处进行着，还有呢广播有很多地方呢都爱听广播，所以呢也在以这个广播的形式呢再播放出去。6月1号写来的书信，上次无缘恩赐聚会用生命的话语和心理学的为我们做祷告。我们通过约伯记讲解呢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想要得以变化，做着努力。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听到这圣洁的福音，还有无论在何时在都用火热的心引导但以理祷告会的院长也向你表示感谢，每天能够做祷告那是非常大的特权，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以行为让我们常常能看到这些，感谢你。我们每天的但以理祷告会通过这些能够圣灵充满，每天的都是非常特别的日子。我们呢为了本教会和主任牧师每天做着祷告，今天我成了牧师第一次洗礼仪式去举行，对现在的宣教活动呢来进行报告。比塔利达拉巴的宣教师呢通过现在开始了因特网的宣教，在宣教用呢去做一个很短的视频，短视频去在油管上面去上传油管。圣洁的福音呢去进行概要，来做一个10分到15分的短视频，已经上传了几百个。现在呢看过的人呢已经有15000左右，一般呢也会是1000次以上阅览。有很多人呢就是点击这个油管的视频。其中有蕴含着属灵意义的重要的话语，还有呢有意思的蒙恩典，它呢也是在上传油管。还有我们教会的12名的教会呢，也是给他们发这个链接，去发放给他们所认识的人。还有12个工人呢，他们都在开设自己的油管频道。各自呢都把自己所制作的视频呢去传到这个频道上面。那想要去传这个视频呢，又费用2-3时间就好了。现在过了3个月的时间，现在呢浏览的次数呢是60万回，还有呢订阅的人呢已经有1400多名。已经有了一些粉丝，那么有效果的在传播的圣洁的福音，无论是在何时，还是我们的使命去传达这些。我们在寻找着新的宣教的道路，在所制作的所有的影像呢，都是主牧师见证的圣洁的福音所制作的，通过这宝贵的生命，不是摆在地上的盼望，他说盼望。再次的感谢主牧师。2023年6月1号是非常的蒙恩典，我们本教会还有海外宣教师对于你们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呢大家来读了一下。为现金做祷告，阿爸父神向您献上10%现金，各种感谢现金，生日感谢现金，各种现金，献上救济赞助宣教现金，圣殿建筑现金，还有锁定的现金。此刻求父神亲自按手赐下灵药，带上圣殿下流的祝福，成就他们的心愿，垂听他们的祷告，应允他们的祈求，保守并祝福他们的家庭事业和工作，使他们1/10奉献不断增加，感恩事项不断增添，按手所行所种赐下30倍、60倍、100倍以上的祝福，奉过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欢迎新友，김태순 부교역장님이 인도해 주신 이애련 성도님. 하나님의 자녀 문대현 전. 神的儿女登录到我
主身体的祭坛资格在天上引证为万名中央教会的羊羊，求神赐下灵魂精神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的祝福，帮助他们站立在信心的磐石之上，加增他们胜过这世界的力量恩典和能力，被圣灵充满，祝福他们成为恳切寻求主、遇见主、体验主、荣耀神的儿女，成为爱主又蒙主喜爱的儿女，直到进入主的国度。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奉主的名欢迎你们。下面有通知，第六次元老会在今天晚礼拜结束之后，有元老会员要进入网络一起来参与会议，还有堂会会议也是在网上进行，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主日晚礼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